这当然也很难讲了哦，一摇两坏，这个球是一个好球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击方向的滚地球，元首接球之后传往一垒 ，safe， 这三次成功，只有三次失败，这是在例行赛的部分。先点点阵，龙做了一个 pitch out。做一个 pitch out， 这球要走了，打成了在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游击手接球之后只能选择球一出局，二垒上有跑者张正伟的打击，这个球打成了在二垒方向的反弹球，二垒手林奕泉接球之后传往一垒，15000人，这场比赛呢则是吸引了12387的球迷，是15000人在斗六棒球场。下礼拜六开始的周林耀今天是得两分，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左外野方向深远的飞球，左外手这个球二码了，没有办法接到，由陈江河打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三支安打下去了啊，这支安打是非常关键的安打。兄弟相对的一二两棒，这两天的比赛都有人猛打赏，昨天是第一棒，今天是第二棒，而且整个的两棒的配合都非常的好，上垒率都很高了。3-0，连兄弟相对的取得两分的领先，八下掉这一分，九上很快讨回来。下去，曹俊阳，一上投手就相信他。这个球是三次上来打2-1。走啊！好，上狗。这一棒，这一棒拉回来三垒方。轮到是郑兆航。第三站的先发投手，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就定位，还是牛队的反攻，轮到是第7棒的林宗南。这一棒落空，结果打击的林宗南呢是遭到投手的三振，这场比赛结束了，兄弟相对。